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边有一只大冠鸠，它不看我，脚伤了什么？不晓得。看到我了，好。其实我只是来这边吃早餐而已，然后临街一回的时候又参加富商鸡鸟大冠鸠啊，看不到脚了。它这个位置脚被挡住了，来拉大一点好了。左脚是怪怪的，它是左脚，一般好像是用左，它的左脚一般好像是右脚，它这是脚换吗？啊，还在，就说没有风飞不着，不好飞，可能会停在这里。又来。小一点啊，要看它，不要看它了。现在位置好尴尬，刚才飞起来好像没有脚踝，没错。不过脚踝是在右脚，但是在左脚，回去看一下。出来！又回来了，看一下脚。没有脚踝，好，吃饱了我走了。再给你五分钟，不飞走我就要走了。好，收工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